Hey, 大家好，我是八七难受。今天我要分享的 YouTuber 最常用的13种吃惊哇、wow! 的音效。如果你不懂如何下载的话，请点击右上角的 I button， 会教你如何把 YouTube 导入成 MB 区来当做你的音乐素材。So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请确保你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。So 我们现在开始。不错呀！哦 ，What？